看荒野鸡宝宝去表演，不然太早出来了。伸手指头后两天放起来，两天歌手啊，后面一个礼拜再看荒野鸡宝宝去表演，所以不然太早出来。你要看光我表演完的时候再出来，我们很喜欢。太早出来，爸爸会不在哦，好不好？等爸爸回来再出来哦，爸爸回来就会让你看我们的人哦，棒。带小孩来体验当小小兵，真的超好玩的，而且大人也可以下来玩哦。是说我老公的当兵魂又发作了。饮水三百 CC， 喝水。喝不完啦。今天带小孩来体验当小小兵，准备着装，准备特训。第一站抢滩，准备上船攻打敌人。第二站准备炮弹。认真这一关真的超好玩的，而且大人也可以下来玩哦。是说我老公的当兵魂又发作了。饮水三百 CC， 喝水。喝不完啦。接着要训练射击，真的不得不说，这个训练营的道具都还蛮逼真的，而且小朋友都玩得很乐在其中哦。整个当兵的 SOP 啊，什么投手榴弹啊、爬草皮啊，一样都没有少，只差没有拉单杠而已吧。最扯的是这个天堂路还真的要爬到完才可以结训呢，厉害。这个小小训练营大概训练时间是3个小时左右，其实真的蛮累的，但是非常好玩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. 怎样？你好了？没有，还是一样错啊。嗯？要去买什么？我要买一场。你不是要去买酒？小孩子不能喝饮料。对，小孩子不能喝饮料。